OK， 这里是 Toyota Center， 居然被树挡住了。让我走过去拍。我现在拍视频，然后对面就是 Houston 的 downtown。哎，其实晚上还是蛮好看的。大概就是这样子。然后那边是帅帅，还有他的男朋友 Daniel DQ 同学。好，走近一点。那边可以拍的。他们不是他在拍。我在拍视频啦。欢迎来到休斯敦。很开心的。那边可以拍照。好，我们过去拍照了。